1918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突破日伪3000公里防线，进入我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经营14年之久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之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大反攻。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大反攻命令，命令我解放区各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之规定，向附近敌军及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命我驻河北、辽宁边界的冀热辽军区所属部队即刻向辽宁、吉林进军。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天皇也下诏投降。朱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即向东北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失地，把小鬼子彻底的打回老家去。最近，在冀热辽军区扩大会议上，李云昌司令员决定，要分兵3路向东北进军。我们16军分区组成东路军，向锦州和沈阳方向前进。同志们，我们可是离东北最近呢，我们的2条腿就跨在了长城上。但是现在盘踞在山海关一带的日伪军还没有最后放下武器。在长城内外，现有日伪军队19个旅、2个骑兵团，加上各种杂牌军，共约10万多人。仅在山海关一带，就驻有600多日军。如果我们和这么多敌人硬碰的话，势必会拖延我们挺进东北的速度。因此，上级首长指示我们，绕开山海关，取道九门口，向锦州和沈阳方向挺进，把山海关这块骨头啊，留给后续部队去啃。不行，山海关这块骨头，我一定要把它啃下来。咱们的东路部队一定要从山海关的城门楼的底下出关。司令员，山海关工事坚固，装备精良，我军明显处于劣势，而且没有一门火炮。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在冀东跟小日本苦斗了8年了，现在小日本终于完蛋了，应该是他们夹起尾巴来，凭啥让我曾可林夹着尾巴出关？难道我们16分区都是熊包软蛋吗？不，这场硬仗绝不能留给兄弟部队。司令，来，坐坐坐。其实啊，我的心情跟你的心情也是一样的。要说避开山海关，绕到九门口，是觉得脸上无光。可是你别忘了，咱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挺进东北，这也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嘛。他娘的，就是太窝囊了。老伙计，你也跟着我抗战8年了，你最了解我的脾气。你说说，让我夹着尾巴出关，窝囊我就窝囊，啊？你愿意当夹尾巴狗吗？老伙计，不拿下山海关，我这腰杆不硬了。司令员，你要是再不拔火罐，你的腰杆子就更硬不起来了，说不定你明天连马都骑不成了。他说的对，不过也怪你，
拔的一点也不紧，掉了好几个嘛。凭什么怪我呀？要不是他乱动，怎么弄会掉？要不然你拔，还不会拔呢。我拔？我爹要是激动滴灌，那还能有你的事儿？好了好了，别吵了，过来拔吧。 司令员，司令员，是不是有新任务啊？废话，过来。是。你呀，给我带个侦察队，先行出关。你们的任务是摸清山海关以北随中以西敌伪动向，随时向我报告。明白。还有，要随时注意苏联红军的消息。苏联红军。 前所车站就400伟军，400支步枪，还有10几挺机枪，哦，还有一大批军用物资和弹药呢。是吗？还有，这帮小子一个个六神无主，吓得像猴孙子一样。咱们得赶紧下手啊！小峰，想法搞到一匹马，快速向司令员报告，建议大部队马上跑步前进，解决前所山的敌人。是。把这个通电令送到车站去。 命令那里所有的伟军立刻放下武器，就地投降。啊！不等大部队来了，咱不杀等着，先捅他一家伙再说。哎哎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呀，我这不是找着马吗？我要是能找着马，我还能骑你吗？是不是？哎呀，你别动，别动！哎呀，我要跟你说啊，我要是完成任务，回头你骑我都行啊！哎呀，这样，给。 好，我们同意谈判，请你们的谈判代表过来。炸！什么？你们还练着日本人，还敢挂着高级？哎呦，叔，快快快摘了！快摘了！ 好像是侦察队的人。驾，司令员。停停停！哎呀，我的屁股被你摔碎了！哎呀，前面什么情况？司令员，哎，我实在上不起来了。你躺着汇报吧。报告司令员，侦察队已经到了前所车站了，站里面就400-500个伪军。 董参谋建议，大部队跑步前进，他们在那儿监视敌人呢。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这还像个受降的样，开始吧。 受降仪式现在开始。报总参谋，大部队到了。司令员，你们来晚了吧？你看，受降仪式已经结束了。对不起了。
你小子是猴洗孩子，不等毛干呢。哼，那还不是跟您学的。哼，可你把我们都害苦了啊！你看看，你一个建议不要紧，把他们的鞋都磨破了。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仓库里有的是新的，随便挑。本事不小啊，给我弄那么多东西，我就给你记一功。不用，司令员，不给你小子记功，那大伙儿也不答应啊。是啊，你看，战士们啊，一个个都换上了新衣新鞋，都美死了。小江，哎，抬上来，放这，放这。什么东西？又是啥玩意儿啊？打开。服，军服。你小子还会变戏法啊？去。咱们鸟枪换炮，一人一件。老伙计，你这我就算了，我这衣服还能穿。你不要，我要了啊！就是他了，拿着。司令员，看看这是什么？哼，人大头，拿着，到了沈阳用得着。司令员，还有一袋呢。不，去。司令员，有一支苏军机械化小分队正从西林赤峰方向经叶百寿、陵园向狐狸岛开进，估计明天上午就能到我们这儿。明天上午恐怕等不及了。司令员，我们得迅速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不，一定要等他们，而且还要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周连红军。是要动家伙啊！司令员，看样子他们是想要动家伙。不会吧？把大部队调过来。是，哎，快快，你别动，快！Оружие бросай! Сдавайтесь! 下战是什么呀？会不会说中国话？司令员，他们就是不会说中国话，看来还不太好交涉呢。苏联红军同志们，你们有哪位会说中国话？站出来跟我对话。Переведи им。你们听着，帕奇诺夫上校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你告诉帕奇诺夫上校，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我们身上穿的是刚刚缴获的日本军服，看到没有？我们佩戴的是八路的臂章。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你他娘的笨死了！告诉那个什么懦夫，他们是红军，老子也是红军。我曾克林16年前就是红军了，装什么大尾巴硬啊？Он сказал, он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мы тоже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Он должен нас победить, победа человек.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имаю. Я не понимаю.就是那个什么诺夫，我说诺夫上校，我们列队迎接你啊，吹喇叭欢迎你，你们怎么还拿枪口对着我们呢？让你这个翻译有个屁用！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你们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都实践一个目标，那就是共产主义，就是那个。 什么英特纳雄耐尔，对，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明白吗？喂，给他们吹首国际歌，对，吹一个。 军拿下前锁车站后，山海关之敌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个好机会，为了给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我们要杀个回马枪，拿下山海关。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做好攻打山海关的准备；第二，给敌人下通缉令，命其投降。好，马上给军区发电报。发报。司令员。 这回可对了你的心气儿了吧？啊！我说老伙计啊，你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啊！现在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八路军曾克林部送来的通牒，命我们就地投降，把山海关交出来；一是国民党政府发来的急电，命令我驻山海关日满军队恪尽职守，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受降。 现在，曾克林部已经兵临城下，咄咄逼人。报告，电报。这是国民党政府今天发来的第三封急电，我们是把山海关交给八路军呢，还是等国民党政府前来受降？不。 我们是奉了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命令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苏联红军接管东北政权。目前，山海关有日本战斗部队600人，伪满的警察和军队数千人都没有缴械投降。我们希望贵军能和我们并肩作战，一起收复山海关。那 ，this。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наша работа –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А Шанхайгуан находитс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в другом месте, поэтому мы… Шанхайгуан属于华为管辖，我们不能去。Никак не можем.
老帕同志，你这不是死心眼儿吗？哎，你们到中国干嘛来了？不就是帮我们打日本吗？哎，东北的鬼子是鬼子，山海关的鬼子就不是鬼子了吗？Понимаете, то, что вы предлагаете, вносит беспорядок в нашу работу. 对不起，你的逻辑十分混乱。Поэтому мы не можем дальше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我们无法继续交涉。走。司令员，你看，李云昌司令员批准我们攻打山海关了。好啊，好是好，可没有苏军火炮的支援，我们攻打山海关是很难速战速决的。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就会严重的拖延我们挺进东北的时间呢。那就再去一趟苏军指挥部。对，一定要说服苏军那个什么帕什诺夫。老帕同志，山海关虽然不属于东北管辖，但它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咽喉啊，你懂吗？при чем тут горло? Я очень мало интересуюсь медициной. 我对医学不感兴趣。什么医学不医学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根筋咋就转不过来呢？上校同志。这个山海关呢，它确实是一个通往关外的重要通道。我们曾司令的意思是说，它就像人的咽喉一样，非常重要。现在日本人在卡住这个咽喉，我们中国的大部队不能出关呢。只有拿下山海关，扫清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这也是协助你们苏联红军作战嘛。Да, это, конечно, хорошо, но я никак не могу идти в Шанхай-Гулаг. 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олжен заплатить холодом. А если мои солдаты погибнут? Что я скажу в генеральном штабе? 不用你们冲锋陷阵，只要你们在后边用大炮支援就行了。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 这是个道理。У меня не только мало солдат, но и мало боеприпасов. 我的弹药也有限。А если они у меня кончатся? 如果我的弹药消失过大，谁给我补偿？我用大洋补偿你。我曾可林吐口吐沫就是钉，我保证说话算数。你不跟他扯淡。哎，老曾。帕同志，我们又回来了。这回啊，咱们不打了，咱们和平解决山海关。Разве это можно взять без боя？ 和平解放？对，和平解决。嘿嘿，我曾可林啊，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这山海关是座文化名城。我的意思，咱们一定要和平解决，不能让这座古城受损。哎，你把这大炮往这一戳。就是一炮不发，那些小日本也得吓得尿裤子，立马投降。嘿嘿，小日本可以不怕我尊克林，但是不敢小瞧你们伟大的苏联红军，更不敢不怕你，帕奇诺夫。хорошо， 好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非常好。山海关日军司令官，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举行对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
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已兵临山海关城下，准备受降，特向你们发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日军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现于本日下午20时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交出武器，听候处理，不得有误。中国八路军16军分区司令官曾克林，苏联红军上将帕奇诺夫。我们已经接到蒋介石阁下的命令，山海关必须交给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拒绝向你们投降。Я и мои оруди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азобьют вас. 我和弄虎豹会征服你们的。开路。Возьмем ег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озьмем. 征服他，一定征服他们。山海关桥梁厂已被我们拿下，但工程部队受阻，伤亡很大。火炮呢？苏军的火炮呢？苏军的火炮后撤300米，打得不准。让他们靠近打啊！他们担心再出现伤亡，不愿意靠近。严峰，到！拿着大烟烤的，跟我来。是。回去，回去，回去，都回去！不能退啊！我们司令说了，火炮一定要靠前，靠前，再靠前！我们怎么搞的？Я не могу рисковать жизнями своих солдат. Я гарантирую сво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Ты что-то говоришь,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Мы все идем к комсомольцам. Комсомольцам дадут, еще и пайлюки. Ты убил один дивизион, я дам тебе 100 на юг. Ты мой дивизион,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На юг. Дивизион, дивизион. 100 на юг. Я не могу дать, все твои. Все тебе. Черт с тобой. Забери свои деньги. Я тоже коммунист, и мы поможем вам, как коммунистам. Хорошо, ребята,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 свои оружия. Хорошо! Ур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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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ебята! Thank you.
谢谢你啊，老帕同志，没有你们的火炮支援，我们也不能这么快就拿下山海关。是啊，辛苦大家了，帕，别是ваши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можем поручить город Шанхайгун быстрее. А вы знаете, сегодня вечером нам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операция, и к утру мы возьмем город Хурдо. 今天晚上还有行动，明天一定要到上海。哦，啊，一路顺风。这是六万部队，谢谢。打最伟大的，打最伟大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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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打最伟大娘，打最伟大娘，行。大总，走。左丹林。不是，再给你个特殊任务。什么任务？给我弄个俄语翻译，没有翻译太别扭了。我上哪儿弄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放了我行不行？放了我！我说了，我不会俄语。你糊弄谁呀？堂堂大学生，你不会俄语？我骗你干什么？我学的是英语，俄语只会一点点。一点点就是两点呢，我们连半点都不会啊。走吧，放我，反正我不去。同志，小日本都投降了，你还怕啥呀？再说，让你去当翻译，又不让你去打仗。走走走，走走，我不想去呀。同志，你们是十六分局的呗？对啊，走走走。哎，那太好了，我给你打听个人啊。老乡。我们还有点事儿，您去跟别人打听吧。啊，再见再见。哎，同志，走过。走走走，走吧，走走走。怎么回事？长官，你们的队伍是不是土匪？土匪？你说谁是土匪？你看清楚了，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都说八路军爱护老百姓，可你们就这样爱护呀？大白天就抢人呢？抢什么人？司令员，我说不过的，反正他会俄语，人我给你带来了。姑娘，我们八路军要去接收沈阳，没有翻译。这我知道，可兵荒马乱的，我不想去东北。好吧，既然你不想给我当翻译，就不勉强你了，你可以走了。哎，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成千上万的部队的确需要个俄语翻译。我们要和苏联红军打交道，不会俄语就成哑巴了吗？总参谋对你无礼，我曾克林向你赔礼道歉了。曾克林？什么？你叫曾克林？你叫消灭杀人魔王佐佐木的曾克林？当然了。我听我奶奶说过，那一仗你们打死180多个鬼子，救了我奶奶，也救了全镇老百姓。姑娘，看你这架势，好像一点也不怕我们曾司令啊。对不起，曾司令。我刚从北平回来，是专程看我奶奶的。既然你们需要翻译，那我就不回北平了。太好了，我代表十六分区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可我学的是英语，俄语会的不多呀。不多也比我们强啊！只要能翻译出好与坏、黑与白、香与臭来，你就是个好翻译。哎，翻译官同志，对不起了。别叫我翻译官，就叫刘冬梅吧。李万福，哟，把假小子叫来。刘冬梅同志。就住到卫生队。是。老乡，哎，老乡，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乖乖，你快出去！李万福是不是搁你们这儿啊？是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万福的老婆，我叫宝竹啊。宝竹。万福。你咋来呀？万福啊，我可找到你了。啊，来来，这是咱司令员。司令员，辛苦你了。这，大人，你知不道，我们马上就要挺进东北了，你来了就是添麻烦。你啥也别说，你坐回家啊。家？哪儿还有家呀？咋了？万福啊，你走了以后。就进村了，把他家房子都烧光了。啥？你说我一个人挺着肚子，我不找你，我找谁呀？那我也
也不能带着你打仗啊。李元福，你啰嗦什么？小小子，到，过来，这是我们的翻译官刘冬梅同志，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欢迎你，刘冬梅同志，不客气。同时，交给你们俩一个重要任务，好好照顾我们的亲人宝珠同志。你们仨就住在一块儿。你还真带上他呀？万福，万福，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人家舔着大肚子，你让人家到哪儿去？我是怕他连累部队。连累？几千口子人，就多他一个？一起走，到了沈阳，给我们生个小八路。那谢谢司令员。不，宝珠，你先坐下。要说谢，也应该谢谢你啊，首长。谢谢所有冀东的老百姓，为了打鬼子，乡亲们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嗯，不，宝珠不仅是你的老婆，也是我们的亲人呐。听见了吗？前锁后锁随中线，沟帮子拐弯到奉天，一句话的功夫，就到沈阳城了。司令员，这可都是火车的功劳啊！哎，我们的火车皮能准备多少节？铁路工人正在连夜抢修，估计连客车、闷罐加上板车，能够凑够20多节，上去几千人不成问题。好啊！司令员，这就是我们的指挥车。哎，上，来，走。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 из города Шанхай-Гуан следует состав. Сейчас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в городе Синмине, но скоро он будет в Шиньяне. К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в вагонах? Говорят, это 8-я армия. Мы вместе воевали в городе Чинжоу. Часть осталась принимать город, остальные следуют сюда. Да, в Чинжоу мы действовали не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 Не надо было нашим войскам ввязываться в бой без приказа. Этот состав ни за что не пропускать в Шиньян. Есть.报告，目前沈阳的社会治安十分的混乱，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为阻挠我军进入，他们编造各种谣言，极力诋毁我军的形象。因此，我们进入沈阳以后，将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嗯，我军是第一支进入沈阳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形象。我们进城以后，在行进过程当中，要告诫我们的战士，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队伍不能散，军姿要严整，让沈阳人民相信我们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可以信赖的正规军。对，司令员，沈阳就要到了。好，马上和苏局接头。Не выходить!
вагонов не выходить! 不准呢！为咱们大哥，啊！不许下车！这帮老毛子，搞什么鬼？你们想干什么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это наш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Цзянькэлин,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генерал. Советская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никакого приказа не получала. Поезд окружен, и выходить из поезда нельзя. 什么意思？什么没有联系？哦，包围了火车，然后不许我们下车。哎，这算什么事儿啊？在锦州，我们和苏联红军不是交接的挺顺利的吗？怎么到了沈阳就翻脸了？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奉了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的。 我们要和苏联红军协同作战，接管东北。We are from,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Мы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с вами, с вашими армией. Мой начальник мне приказал никого не выпускать из поезда. Кто выйдет из поезда, ваши проблемы. 他说上级没有命令，咱们不许下车，否则一切后果咱们自己负责。还来劲了你，告诉他。 我是八路军16分区司令，我要和苏军司令对话。Это наш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н хочет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talk with your ваш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Я согласен вашей просьбой. 他说好，同意咱们的请求。请求？请个屁球！在中国的地盘上，我还得向他们请求？ Товарищ генерал, это китайский генерал Цинкрин.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苏联政府已经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还有雅尔塔协定，最高统帅部不会同意你们进驻沈阳。在山海关，我们已经和你们联合作战了；在锦州，我们也和你们会师了。我们沿途共接收了13个县、2个市。 俘虏10000多日伪军，怎么到你这儿的变卦了？他们都是下级军官，不了解中苏条约的内容。我是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坦率地告诉你，根据条约的规定，我们只把沈阳交给国民党政府。我们八路军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军队，我们同样有权利接收沈阳。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较真了？ 几千号人还在火车上呢，他们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拉屎撒尿，你替他们想过吗？我们不同意你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召回和通知，不能同意你们下车，我们必须退回山海关。什么什么？ 退回山海关？你这不是狗带嚼的狐狸吗？司令员，这个怎么翻啊？不翻，走！什么雅尔塔协定啊？什么中苏条约？共产党不向着共产党，倒向着国民党。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条约。 虽然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但是绝不能限制我们的行动。我们八路军是合法的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我们有权利进驻东北接管沈阳。况且我们有中央的二号命令，我们一定要与苏军据理力争。不行，还得和他们交涉去。哎，司令员，快加油！到。快！你跟司令员一起去，一定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来，慢点，慢，娘，来。
班长。部队在车上憋了一天了，吃喝拉撒全是问题，你看怎么办？这样吧，我陪你再去一趟苏军司令部，咱们三顾茅庐，一定要想办法收服他。好吧，这回你跟他说，我跟老毛呢说不清楚。我们都是共产党，对吧？共产党，斯大林、毛泽东，明白吗？Мы все комбатия, поняли？济日辽地区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一直在这儿抗日。国民党哪去了？他们躲得远远的。现在抗日战争结束了，你们不许我们进，要等着国民党来，这是没有道理的。Я во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обязан соблюдать железную дисциплину。我是军人，军人应该执行铁的纪律。你有铁的纪律。我也有铁的纪律，我们的纪律是为了一个目标，共产主义，就是英特的。司令员，司令员，老孙，给我拔机关了，快，快过。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拔机关就好。来，看什么看？看把我们司令员气的。你们还不知道吧？我们曾司令员的腰疼就是抗日战争时候留下的，他可是我们反法西斯的英雄啊！温基洛伊，本心怎么了？担心。我跟卡胡东将军商量过了，同意你们部队下车，但是不能住在室内，命令你们住到苏家屯去。苏家屯？这么远？是的，是个么大的国。哎，先下车再说。好吧，我们同意。Да, мы согласны。行，你懂中国话，我喜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米扬斯基，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总部当宣传部长。我和你们中国人打过交道，我了解你们，你是个性格豪爽的将军。好，那我就管你叫老米了。Хорошая вещь. Настоящее китайское чудо. На войне с фашистами. Я тоже получил ранение в пояснице. А мне поможет эт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банка? 那得看你们友好不友好了。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армия. 你们的部队不是普通的军队。Я вижу в ней железную дисциплину. 你们的部队有铁的纪律。Это настоящая армия. Вам не нужно идти. 你们可以不用出城。Сун Я Цун, можете оставаться в Шэньяне. 你们就住在城内吧。啊？老卡，你咋不早说呢？ Почему не пораньше сказал? Войска можете разместить в восточной Гугуна, около маленькой речки.
А штаб разместите? 司令部, в здании бывше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为满洲市政府大楼内. 好啊，住大楼好啊，歇着。大部队，静候阵，起步，到。 接着，嘿，嚯，韩政委，这是好地方啊！这回咱是鸟枪换炮了。是啊，啊！从今儿起，这就是咱司令部了。走，走，走，来，进去看看。来，走。 真宽敞，啊！司令员，这是你的卧室。张玲，行。 小子会办事儿，啊！我先试试。这腿软了呀，腿软了呀！怎么软了硬了的？还不看看你老婆去？司令员，我觉得让一个警员的老婆住在司令部不太好啊。你别口是心非了，你让我把你老婆安排到哪儿？安排到山海关？你小子放心吧，快去吧。是。 我经眼给你留的，李万福，你不照顾司令员，跑这儿来干什么？是司令员撵我来的。佳子，别难为老实人了，去打水去。万福，那你慢着点啊。嫂子，你们家万福可真够乖的。 比洋油灯亮，不行不行，这我可享受不了。万福，咱俩换换。不行不行，哎呀，打不行，咱俩来个大换房。这个是你要换的，帅吧？哎，老三。 克拉夫请客上将，要会见我们。上将？啊？什么时候？就现在。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火车站迎接你们。很对不起。На нас дави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和英美国家的限制，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感谢上将同志。 我们也非常感谢苏联红军。现在又出兵我国东北，对日本宣战。这可是对我国人民的最大的支援。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积极治疗地区抗日。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大部队还在后方。 根据中苏条约， КПК незаконно взяла под контроль 东北，似乎是非法的。 Поэтому я предлагаю 建议你们 восьмую армию переименовать 将八路军改名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ую армию 自治区。 Народ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а особая армия Дунбэ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покойствие. 还是上将同志的主意好。八路军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上就是地方军了。对呀，就不用受这么狗屁协议的限制。上将同志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积极配合我们作战。上将同志对你们十分钦佩。感谢上将同志对你们的理解和信任。 沈阳是日伪和国民党大本营，旧的政权虽然清除，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他们在成立什么维持会、地下先遣军，还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你们一定要协助我军维护好沈阳的社会治安，管理好这座城市。 为了迅速控制沈阳的，有效的进行我们的接管工作。我们准备成立和贵军对等的卫戍区。沈阳该库瓦斯。那说的，我们的脑子里没有，我们的人口太少。嗯，我支持你们成立沈阳卫戍区，把沈阳的治安维护好。谢谢上将同志。 曾将军，我好嫉妒你呀！有什么可嫉妒的？啊，是对呗。我们都是卫戍区的司令嘛。是，干嘛都是。我是个司令，啊，只是个公关的司令。你身边可有两位美女呀？哈哈哈哈哈！是对呗，是对呗。傻笑啥呀？来。 等你小子长大了，我就教你打墙。打墙？嗯，给司令当警卫员呗。你就知道指定是个小子，那要是个丫头呢？那就跟假小子一样，给司令员把火锅呗。我们要尽快的发布一个安民告示，号召沈阳市民积极的行动起来，配合我军。 彻底的消灭日伪的残余势力，保护公共企业，维护交通，恢复生产，维持社会秩序。另外，要尽快除掉干部，组织接收组、接收市政府、电台、银行、监狱、水电公司等政府机关和公共设施，对各类地下武装和一切维持会，要全部取缔。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反革命分子。 还要扰乱社会治安的破坏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手软。沈阳是人民的沈阳。司令，司令员，司令员，报告司令员，我又抓几条小鱼，可惜让那老泥鳅给跑了。 这仗打得可不漂亮，后患无穷啊！来了吗？好，给我这儿。
劲儿去。干嘛？让你去你就去。是。大家好，欢迎各位沈阳市的各界社会名流来参加今天的大会。下面就请沈阳卫戍区曾可林司令员讲话。各位，大家都是沈阳市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我曾可林呢，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的代表。大家都是代表，要共同携手把沈阳的事情做好。什么叫好呢？就是工厂开工，商店营业，学堂上课，医院开诊。沈阳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大家都希望安居乐业，但是有人容不得我们呢。就在昨天晚上，就有人在我的司令部投了颗手榴弹。这种事夸张，真是不法无天。是两个地方，没有了，停电、停水、没粮食，就扔手榴弹，就看天色。曾格林，瓦什克拉夫尼，格拉斯多斯尼，奥利谢耶利里，阿斯卡耶利奇 ，AK。来吧，我上，再去看一下。我们要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在沈阳市，绝不允许败类横行。沈阳，是人民的沈阳。快，弟兄们，上！快！快这个！什么什么？竟敢有人敢冒充我曾可林到仓库骗走一批武器！我跟米扬司机说了，司令员这两天一直没有离开卫戍区司令部，根本没去过揽军屯仓库。参谋长，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告诉总占林，马上把这事查清楚，把这李鬼抓住。乡亲们，兄弟，我是沈阳卫戍司令曾可林。为了扩大自己的队伍，我们要招兵买马。来来来，报名报名。哎呀，净瞎扯！他不是曾可林，他是伪满团长，楚大寿。好，集合队伍。是。走。哎，司令员，你就不要亲自去了吧？不，我一定要会会这个冒牌的曾可林。走，走。请他出来吧。是。就你个熊样，也敢冒充我曾可林？哎，押走！这多大啊？多大？开始！下一个啊！好，下一个，下一个，还好。我们团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司令员，现在的问题啊，不光是缺少军装，更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虽然有些仓库苏联红军已经交给我们看管，却又明确规定不允许我们动用里面的武器设备。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仓库找的，可是没有司机，谁都不会开呀。找司机去，快去快去，找个司机。是，走，上车上车。司令员，你会开吗？动吗？会。哎，这是干啥的？我哪知道？
报告将军，我叫列宾，我是乌克兰人，汽车修理工，我愿意给将军开车。外国人，外国人就外国人，把他到军装。是。怎么样，老伙计？怎么样，慢跑？啊，比骑马稳当多了吧？那是。哎，停车，停车，停车！哎，首长，您用点什么？掌柜的，啊，来十尺。哎，好了，你好好好，司令员，买这干啥？你都快当爹了，你说干啥？种给宝珠的。你想的真周到。还说呢，刚才司令员为买这几块花布，差点挨了特务的黑枪呢。什么？真事儿？啊！哎呀，王福啊，那你快别搁这待着了，你快回去吧啊！千万保护好司令员啊！对，到了。军区李司令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并指示我们要处理好与苏军的关系。目前扩军工作进展顺利，在沈阳和本溪，我们以12团为基础，扩编成3个团；在锦州地区，我们以18团为基础，扩编成6个团。各地啊，均有1个团的兵力驻守。好，新兵是征上来了，本来咱们军界和被俘就不够。这个卡夫通最近又把一些重要的仓库都收了回去。这个卡夫通真他妈胆小鬼，拉出来的屎咋又坐回去了呢？如果硬抢的话，恐怕会发生武装冲突的。你想招啊？报告，报告司令员。卡夫通将军，请你去赴宴。赴宴，好啊，我正要找他呢。参谋长，跟我走。是。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ваши войска вошли в Шеньян,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город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лучшилась. Теперь мы можем спокойно выпить. 可以安心下来喝点酒的，今天算是换饮酒。行啊，过两天我再回请你。Ну ладно, через 2 дня мы будем вас угощать. О, а что это у нас у красавиц ничего не налито? Ребят, ну-ка налейте-ка им побыстрее. 啊不不不，我不会喝酒。怕什么？我喝，给我倒。О, молодец. 喝点。За победу над фашизмом. 为了战胜法西斯，干杯！为了两党的友谊。干杯！在多数部，秘书多纳米。啊，干！来。Предлагаю выпить за дружбу между нами。为我们两位友谊干杯！那что, товарищ Цинкрин не пьет？郑同志，你怎么不喝酒呢？老卡，你不够朋友，这酒我不喝。去，я не его друг。
你怎么不是我们朋友呢？你把仓库让我们管了一阵子，没过几天就收回来了，这叫够朋友吗？这叫拉出来的屎还往回坐。翻。Говорит про то, что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отдали им все наши склады, и тут назад забираем. Товарищ Цинкрин, давай не будем сегодня о складах. Давай сегодня выпивать. Цин 同志, 咱们今天不用提仓库的事情，今天咱们喝酒。那不行，你不给我仓库，我就不喝。Нет, не дайте, не бью. Однако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его складов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падает оружие и боеприпасы.可是，交给你的仓库，里面的物质物资越来越少，这怎么解释？我说老卡，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的部队从几千人增加到几万人，不发他们武器、军装，那还叫军队吗？По-моему, все-таки товарищ Цинкрин действует нечестно。可是你这种行为有点不光明。你说什么？不光明？我有什么不光明的啊？说我不光明啊？我在我自己的地盘上拿我自己的东西，我有什么不光明的？Мы на своем месте, эт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верно. Товарищ Цин,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вой характер. Цин 同志，我喜欢你，你的性格。Ты настоящий военный. 你是个真正的军人。За каждую выпитую рюмку я буду отдавать тебе по складу.喝一杯，给你一个仓库。你再说一遍。喝一杯，我给你一个仓库。行，那我要喝十杯呢。Если бью десять, получишь десять складов. 给十个仓库。这是你说的。军中无戏言，你是苏联红军，我是八路军，咱俩说话可得算数。Абсолютно. 那当然了。好。你看着，司令员，司令员，记住，三座仓库了。Ну присядь, присядь, Цинкрин, закуси。咱们先坐，吃点菜。将军，不要喝酒了，咱们跳跳舞。
七座。семь складов. Сидора. Хватит уже много. Пазо. Пазо. 九座。 米扬斯基同志，抱歉，有失远迎。曾建军怎么样了？我来看看他。啊，实在是不巧啊，曾司令员下去视察部队去了。哦，视察部队去了，怎么车还在这儿呢？啊，他是骑马去的。这样吧，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吧。 我们说话算数的，一杯酒，一个仓库，总共是12个仓库。都是军械仓库吗？不，什么仓库都有，大的小的都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米扬斯基同志，谢谢。 代我向建军军问候。一定，要不进去坐会儿吧。不用了，我不想打扰别人睡眠。哎，司令员醒了。 行了，醒了，醒了，司令员醒了，醒了，可醒了，司令员醒了，我睡着了，睡了三天三夜了，真的假的？把我们吓坏了。司令员，你可醒过来了。老宋，你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儿就好。就坏了。 有事儿，快快快，备车备车！哎呀，老曾，你给我躺下！不行，我找老毛子去。司令员，找老毛子干啥去？要上库去。米扬斯基啊，已经给咱们送来了。嘿嘿。 这酒还真没白喝，司令员，我犯错误了，我没照顾好你。你有啥错？我还要奖励你呢。对，万福，你跟着司令员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真的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啊！说吧，想要点啥？我想要个水龙头。哎，李万福，你要水龙头干什么？ 那东西好呀，插在墙里就冒水。真的，真的，我们村缺水嘛。行，那我就奖你个水龙头，等打完仗回家种地过日子，怎么样？你同意了？啊？你就快点呗！哎呀，着急忙慌的，你这是干啥呀？ 我跟你说，司令员奖给我一个水龙头，真的？真的。司令员，把它奖给咱俩啊？那就拿走呗。啊。
拿这个。行。翻劲儿是不是？完了，找什么？Прошу извинить. 请原谅。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但是目前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英国和美国 продолжают оказывать 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国民党政府的报刊和广播 天天制造舆论。порочащие честь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向我们苏联红军进行攻击。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наши дипломаты не могут. 因此我们在外交上很难应付和处置。Кроме того, согласно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因此根据中苏条约。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города Шэньян и Чанчунь 和长春等城市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交给国民党政府。Несмотря на успеш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нами,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осить вас, чтобы ваши части оставили Шэньян. 代理沈阳。上将同志，很遗憾，我们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到东北的。我们只有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我们才能撤离沈阳。对，谁的命令也不顶用。我只听延安总部的，翻。Да, только приказу генштаба Яна. Я как военный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ю ваш настрой. 作为一个军人，我很佩服你们的。Понимаю ваше положение. 也很同情你们的处境。Лучше всего вам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связаться с генштабом в Янане. 跟延安总部联系。司令员，我们的电台功率太低了，实在跟烟联系不上。继续联系。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ашей работы 你们的效率很低。你们答应的很好，要向总部汇报。可是为什么一直不给我们回音？原因很简单，我的电台功率太低，无法和烟联总部取得联系。把связ在这烟联里讲。General, как вам китайские девушки? Надо лететь.Я собираюсь спросить у Малиновского самолета, чтобы вылете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Янань, 申请一架飞机，你们直接飞往延安，与你们总部协商撤军问题。好，我们同意上将同志的意见。Согласны с вами. Просим у вас извинения, 但请你们原谅，我们也是迫不得已。Нас по рукам и ногам связывает. 我们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同盟条约限制了我们的行动。你们呢？压根就不应该签那份协议。说白了，你们是太低估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了。司令回电了，好，同意我去延安了。那就真的没救了吗？哟，那咋救啊？那孩子都憋死了，你没瞅我拍了半天都哭不出声吗？
司令员。小八路，真是立了大功了。这小子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是呀，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真是来之不易呀。嘿，伙计，这四个翅膀的家伙一定飞得很快吧？明天就能到延安了吧？将军，今天下午就能飞到延安。嚯，这么快？谁给我看的？嘿。还是飞机好啊，老唐，有朝一日我也开个这大飞机，咱们也开个洋荤。你要是开飞机，我头一个坐。好，司令员，路上多保重，早去早回啊。嗯，老曾，到了延安以后，别忘了替我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问好。好，我走以后，家里的事情就辛苦你们两位了。放心吧，司令员。司令员。你要是再腰疼了怎么办？假小子，我见毛主席是好事，你哭什么？冬梅，再见了。再见。司令员，路上小心点。司令员，我们都盼着你早点回来。老伙计，这回可不能带你去了，好好在家等着我，啊！好，司令员，再见吧。再见，司令员，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曾克林到达延安以后，向党中央全面汇报了东北地区的大好形势。据此，党中央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尽管后来我军暂时撤出了沈阳等大中城市，但是由于坚决贯彻了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湘的方针，为最终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证明，曾克林率部出关以及这一次延安之行，对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对缩短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